4.1 前瞻总结， 4.2 新周本确定莱欧斯利建模大加强，中离五星新专五首曝，各位大佬好呀。 4.1 版本预下载将会在25日开启，当天还会公布水神福卡洛斯以及一位新四星的例会，在27日 4.1 版本将正式开启，上半卡池确定纳维莱特加胡桃，下半莱欧加温迪。 4.1 会送一款活动限定的四星法器， 4.1 的星图是位于东南的高塔和东北的水立方，同时上线纳维莱特的传说任务以及签到送十连。至于有没有自选五星或自选常驻，还要再观望下。 4.1 版本活动剧情一览，重云看到消耗了一路星星眼，也算是追星成功了。一路星星眼是真的难崩，感觉这几个动作能用到官服，但真的好可爱啊。 V4 改动中，纳维莱特灵命被微削，莱欧斯利各项技能加强，不过舅舅却表示莱欧斯利的建模才是测试版中发生过的最大的增益，从图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莱欧的屁股建模被增强了，看来策划知道就这强度靠脸也救不回来，开始从身材上下手了。另外 V4 添加了长任务警告文本，话说隔壁崩铁能切换占用角色，怎么原神就不行了？做个切换占用角色要你米哈游命了。大家比较关心的枫丹两位周本也得到了确定。 4.2 进本 BOSS 的是公子唤醒的那条大鲸鱼，这也正好解释了公子为何会被审判机判定有罪，并在4月1日剧情中失踪了。而且在 4.2 版本中，我们需要先把神格版水神激活，再和完整版水神一起击退鲸鱼解决危机。 4.6 的周本为仆人的试炼，仆人目前被洗得太白了，希望 4.6 进池时不要引起不必要的节奏。钟离枫丹新五星专武曝光，作为炎系最能扛的男人，钟离终于也是在今晚进行复刻，但相比几位神级角色，钟离的功能性太单一，要想扭转队伍的命运只能通过武器来实现了。就例如在论坛上曝光的这把若离，无论是配色还是属性都与钟离适配，生命值简直可以用超模来评价了。新专武的诞生很明显契合钟离从一个盾斧成功转型为一个增伤斧，即使是处于后台也能生效，不过目前并未有舅舅实锤，大家还需理性看待。最近刷论坛时发现好多纳维莱特与海懒的表情包，虽然越看越像，但纳维和海懒到底是怎么扯上关系的呢？毕竟人家堂堂水龙王怎么就变成海懒了呢？今天的消息就这么多了，想了解更多前瞻消息不如关注下呀。